大家好，这里是飞扎兵哥 Harry， 然后今天呢，我带你们来看一下美军的食堂哦，就是每天普通的士兵哦，单身士兵在这里吃饭的地方。在这里呢，这里其实进来呢就有很多的餐，这些不同的 bar， 然后有不同的食物，这是甜点。Can I get a chicken breast? Yeah. Yeah. Can I get some carrot? Yes. The corn? Oh, just one? Okay, can I get some corn? Yeah. Can I get some rice, please?Yeah, I also have another to go. Okay. Can I get some rice and this beef? Rice and the beef? Yeah. And then I'm on the way to the car. Also, can I get a cornbread, please?这里是一些水果，这里呢还可以无限续杯的，这里有很多不同的 soda。不过这里没有。然后呢，这里还有一台哦，冰淇淋机，这里面有 ice cream， 这里还有一些小东西，一些小的装饰品 ，dressing 放到ice cream 上面。这里还有一些甜点。这里还有一些泡面，是这样的。这就是普通的美军的一餐啦。OK， 这就是今天的一餐啦。有玉米，然后有米饭，这应该是不知道是怎样炒出来的饭。然后有一些红萝卜，我拿了一些小的番茄啊，跟黄瓜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些泡菜跟沙拉。还有一些草莓跟应该是是哈密瓜之类的，还有一个蛋糕，然后两杯水，然后还有拿一份 to go， to go 是就是给我老婆晚上回家吃的，我不想在这里吃。
鸡哦，烤鸡很不错。那这里的这些烤鸡呢，其实每一餐哦都不一定是同样的，也就是这一餐可能有一些烤鸡啊，或者是其他一些主食肉类，那下一餐可能就是其他一些肉类。通常比较多呢是牛肉和鸡肉，然后有时候呢也有龙虾味，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，但是都是以肉类为主。那美军食堂呢，每一餐呢都是以营养的均衡为主，但是也要考虑到，因为每个士兵呢就每天的训练负荷会非常大，这样子呢就需要有足够的热量和足够的蛋白质来进行补充。有像是我健身完了，那需要有足够蛋白质，所以每一餐呢在这里都要吃到的才可以。 OK，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订阅点赞，谢谢。